为了提供学生充实的暑假，秀水惠来、金陵、和平三个社区结合，由惠来社区筹委主办暑期西渡传承学生的活动，让学生为活动中熟悉在地文化，并且学习技艺。学生在老师的教导下，是来学习如何制作风吹和西顶固定的教学。为了提供学生充实的暑假，秀水惠来、金陵、和平三个社区透过社区小技巧的计划，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来让学生学习。我们这一个活动呢，是因为我们参加小旗舰计划，由鹤鸣社区做母社区，金陵跟惠来做子社区，那三个社区的结合，带动我们学校，结合我们地方学校，好做办这个暑期娱乐营的活动。那我们活动当中会有塞丁、马五沟沟丁，还有我们风筝传承技艺的部分，那就是让学校跟社区结合起来，做一个在地方的特色展现出来，让大家知道说现在社区成长的阶段到哪里，学习的小朋友可以学习跟长辈的学习是到哪一个阶段。那结合学校的部分，让小朋友在暑假的时候，我们跟他生三 C 产品娘娘滑手机，可以借由这一种传统技艺的一个传承哦，让大家小朋友讲，有当知影讲，社区内底有这种文化，会当较让小朋友较进步，学习更多的东西。利用社区哦，跟学校联结，办这个活动，让小朋友在这个暑期期间哦，有一个很丰富的活动，让他们可以学习很多知识。对这个活动，学校嘛真认同。因此也全力配合社区办理这次活动。很谢谢我们那个惠来社区、鹤鸣社区、金陵社区，利用暑假来这边帮我们学校的小朋友，办了这么多元、这么丰富的一个活动。那小朋友在这当中也能够学习到很多有关风筝，或是我们施政或施头彩绘等等很多样化的活动，这样子，那让小朋友能够有一个很愉快、很多元化的一个暑假，这样子。现场是来了真侪学生参与这届学生营，大家拢希望伫个活动中会当学习到搁较侪物件，过一个欢喜的暑假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秀水采访报道。